艾你赢一把，好吧？我们双决斗。你杰特，我雷娜直接秒，真的，咱俩无敌的。直接秒，直接秒。我操！打个 B 国服神，不是打个 B 国服超凡局还他妈打不动，我们就把游戏删掉。制霸国服，制霸国服，兄弟，真的吗？制霸。见我们两兄弟以后都得叫什么炮神、当神，我操！咱俩这他妈选出来真无敌了，毁天灭地，兄弟。天天单排，说句实话，天天单排就是没有一个好队友。对呀、啊，喵的。有的时候选手在训练，还以为我们真不行。不是我们双排，等我教我怎么封印啊。找子龙也没办法，就实在是没有正常队友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单排就运气又不好，就赢不了。随便来个。差不多的就能赢，真的。这以后他们一人杀两个半，这打乱国服打乱可，他妈见到我们俩这 ID 选了这两个英雄，兄弟就知道这把分有了。赢赢赢赢赢，兄弟。说句难听点的，咱们两个人双剑何必要输了？等会就直接把游戏删掉。真可以删，真可以删。但是我打了一天了，手有点酸。然后现在空我也是我晚上有那个啥打了个训练赛，兄弟他妈的我开空调，天哪，我操，我也真打烊，不是我两点起来就训练赛了，你知道吧，我两点起来要揉点，反正有训练，你知道吧，兄弟，我不骗你的，好吧，这把主要靠你的跑神，我开空调、啊、我们这天天玩游戏的强度有多高，他妈到这个点其实手都有点酸了，我觉得我们要是全胜时期对面真来五个托米，我不需要队友，兄弟，绝对是进，就你进去带是进点，我打个眼，两个人，你打三个，我打两个，结束。但是什么？现在不好说，现在不好说。啊！我操！我不太想带死，兄弟，有限。这个1955，这不是感觉排的我呀？是不是我今天还是什么？你看到我？最后一人，你无处可逃。攻方获胜，怎么着炮神？他说他真没亏，他真没亏，他都说真没亏了，我肯定信他呀，兄弟，我肯定信他呀。我操，兄弟，暴力顶级赛，兄弟，暴力顶级赛，这个比我前两把排到过的打呀，是这把吧？他反正说他真没亏，是这个比吧？我是信了啊。包信的呀，兄弟，刚好他们这么多把这么久没排，就这个时间才排到了，这肯定是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兄弟都说没亏了，我肯定是信兄弟的，兄弟。不能玩雷娜了，我定义赛，兄弟，我得换个英雄玩呢。我上博了，炮神，我搏一搏了。小叮当，干嘛呢？我这干嘛呢？你猜。干嘛呢，兄弟？多话查弟弟啊！小队长，你屏蔽 ID 了吗？我屏蔽了，我屏蔽了。就是你妈你，你到这种是到我们这，到对面你得猛看，兄弟，这跟没人玩是不是？谁兄弟？怎么说？玩完了，南特的我在，能听见吗？喂喂。OK 喂。你是谁兄弟？带我赢把吧。我是法坎，我们、啊、我秒了，我秒了，我秒了，我秒了。这模样，兄弟，我们这是法坎，他妈法坎是不是老在对面鸡巴亏我呀？这哈狗，打起精神来，各位，对面可不会轻易放弃。哎，这包包你怎么知道是我呀？这不到对面你应该给我亏闷了吧，兄弟？快，这把打完睡觉了。可以。刚刚玩的游戏完了，两个硬件。你让他开麦。没嘴呀、啊、他我真屏蔽 ID 了，兄弟，你看就是那个对房间外的玩家隐藏我的名称，对不对？我把这开了，是啊是啊，哪儿都可能，这个逼，我再看一下，警察警察警察，找他吧，我操，兄弟，一个点抓俩，我操，来不及了吧？哦，完了，拆了，兄弟，崩、
我的妈呀，兄弟！是真的 JML 吗？怎么可能啊！打他妈 PL 也被虐，打瓦也被虐。 王校长来分完了，我操！不是，傻逼吧你们仨！你这玩什么？我操，真是兄弟，一样的这三局，非得去找。我他妈刚才还没听懂他们，长台，没听懂刚才还。二楼。我操！我这怎么玩的？现在我真的好菜吗？ 我真是个菜狗吗？被黑死了。暴龙击落在 C 区。我操你妈！鼠标失灵了，兄弟，我真滑不动了一下，你有感觉到没？浩辰，不是真，哎呦我操！我越来越像解，在演示。我跟你说，国服有时候会这样的，真不是借口。 真不是吗？就像这个时候，弹幕会开始说你找借口。对，但是我刚才就感觉鼠标压的就失灵了，感觉你懂吗？之前玩着玩着键盘也失灵了，鼠标刚刚上一把的时候也有点失灵。他们走不了了。他们走不了了。我是康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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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康康。他们走不了，你们这样，你用 WeGame 灯吗？用了呀。飞鹰出击。 哎呀！我操，别杀了，别打我兄弟了。<笑>没事，船长去干死他。大哥，你这把你是玩了定级了吗？大哥，还差一把，超神。行，加油！我先休息了，我明天6点的车。<笑>上哪儿啊？各位好运，我的朋友。 你去哪儿啊？老婆出去玩啊？真好。可惜。对抗敌人。呜呼！攻方获胜。是我们发现他们好有味，操！给他来个大巴掌！ 爽哦，好像我再单排干一把，加油加油，溜了，拜拜。哇哈，爽啊，兄弟，中国人就得中国红啊！赋能了，赋能。因为我当时刚接触 CSGO 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买错游戏了。我当时读书的时候，那个哥们跟我说，你玩 CS 吗？我说玩啊，来对枪。他说好，那你去买个 CSS， 我们来 Steam 对枪。我说行。 然后结果我买了一个大礼包，然后点进去一看，我操，不对啊！然后他说你买的是 CSGO， 我们要玩起源。做什么 ？CSGO 花钱吗？里面也有起源。然后呢，我就开起源跟我哥们儿开始玩。图二快，没事，马上开了。你能看到我 ID 吗？现在？没有，我正看你直播呢。我刚一排，我就看一眼，你也进去。CSGO 的游戏好不好玩？然后我就登录。谁呀？谁小叮当？ 我是你10年老粉了，当哥。Okay，我们来看远古遗迹。小叮当，你知道我多恨你吗？我对象你知道从我不认识他开始，他就一直看你直播，看现在烦死了。<笑>这反这把是晚出中路。你现在啥段，小叮当？定完这把应该神话了。哎，我好，真不行。OK，我真不行。行，这把赢了，真神话了，当哥，一定要赢。 OK， 加油加油！直接封烟。加油吧！烟幕部署完毕。直接封包点3颗烟啊！黑乌鱼吧。能下包吗？我帮你加。哎，待会儿你下。一时可。哎，有人。两个。哎，我那个三分一滴。 现在90打了，牛逼，赢了，往左蹭，干他！我信你，但我没开麦，兄弟，你不能说这个是我影响他，你们懂吧？可惜，我是没有开麦了，我全程没有开麦了，你懂吗？我只包了个残血。
好吧，我觉得拉出这个举动是没问题的，因为这个雷娜没有响，都没有响，他是从这边拉出去的，只是他歪了而已。后排后排 ，Cypher 在右手呢。还有俩，还有俩，宝姐。武器落在 B 区。雷娜也在。这传送的，啊、不是，哎我哎我哎我。我下包下包，谢谢。我拿到爆能器。别漏，我没血了。我有炸弹。A 区有敌人。八点后雷。剩一名敌人。不给他。不用给他。哎呦我操，他是会扔雷的，兄弟。这什么雷？可能要给了，兄弟们。没事没事。我操，兄弟。我操。爸，我没给了。我说我给，我操。哎，他怎么没死啊？错过。即便世界伤痕，我给他砸死了。你看，靠你近点。报以痛吻。我操，厚葬。有点奢侈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。掉了，掉了，掉了。强化信标开启。小心二楼。二楼一个。剩一名敌人。别过，别过，别过。哎，绿色边缘，有那个烟子，还有一个虎男在包点后排，绿色火。我操，死吧你！对，连喷那是喷子。我来挑战挑战。真牛逼！我那个啥大概？盲猜神话二150点。爆能器落在 B 区。我操！这个在哪儿？刷钱刷钱刷！哦，牛逼！牛逼！手牛逼牛逼！没单科上半场真拿不了这么多分吧？叉 DD， 你要是定手的话，我把游戏下。他说啥？他说我定神话，他把游戏卸了。这钻几啊？钻二，兄弟。哎，又这个图，兄弟，雷一把吧，兄弟，最后的倔强。他们说我铁石心肠。倔一把。乐观，好吧。我乐观起来。我方运动者被消灭。一脚。爆能器落在 A 区。打爆了 FC， 我拿到爆能器了。爆能器已部署。牛逼！可以藏着近点。大功告成，还剩一名敌人。爆能器落在 A 区。Nice， 牛逼，兄弟。何苦？四人多，四人多，其他射击来了吗？还没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架三个都在。哎呀，我操，这没点到头。两个残，两个残，闹呢吗？还剩一名敌人。我掉了把 AK， 别动。好强啊！问谁呢？抽取视野，爆能器落在 A 区，蒙蔽他们。我给他推，他往回走。爆能器落在 A 区。好枪！我操！这算轰炸吗？这算不算轰炸？我等不及了。雷娜，你好厉害！狗晕，加入好友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小叮当啊？这声音，我听出来了，我是你粉丝，牛逼，我哥，我哥，我给推黑，还剩一名敌人，
爆能系在攻方重生点。C 槽 C 槽兄弟。手攻获胜。对面真是我，哎，打不了，真他妈难玩，现在，真他妈傻逼，现在玩不了一点。哦，玩不了一点，玩。